大家好，我是小斗。前两天呀，咱们弄了好几百个那个废弃的海螺壳跟饮料瓶，放到海里面捉八爪鱼的。今天咱们出海，看看收获怎么样。走。来货，看，抠出来，哎，不小不小不小。又来了，离得太深了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一条接一条。捉的不算多呀，几十条吧，还行。上岸喽！上岸了，上岸了，天气太冷。如果感觉这个视频有意思啊，帮忙点赞转发一下，也别忘记在下方关注我一下，谢谢了，拜拜。